解不等式，要解对数不等式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真数要大于零，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写的是 2s 减5大于零，以及 s 减3 s 加3要大于零， s 加3大于零，所以我们分别可以解到 s 是大于2/5的，以及 s 是大于-3的。那我们画在数线上， s 大于-3， s 大于2/5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找的范围是 s 大于2/5。第二个步骤，我们底数都是一样的，可以相 log 底数消掉。那这个底数3/5，3/5大于1，消掉的时候不用变号，所以 2s 减5会小于 s 加3，所以 s 就会小于8。好，那我们将这两个1、2画在数线上， s 是大于2/5的，另外 s 也要小于8，所以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交集是这一段。那这一段的表达的方式就是 s 会小于8大于2/5，这就是我们的答案。